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哦。他说某次数学测验规定呢，考生由12题当中选8题来作答。那潜力方法是说什么选？其中前4题当中选2题，后面8题当中任选几题？6题。问你有几种方法？哎，这里直接来好不好？换句话说，第一个动作，我需要从前面4题当中挑2题。方法是 C 的4取 2， 对吧？为什么是用 C？因为我写数学题目，先写第一题，再写第二题，和先写第二题，再写第一题，有没有差？没差，对吧？这时候有没有分顺序？不分顺序，用什么组合？所以说，麻烦你先从前面4题当中挑2题，再搭配从后面8题当中再挑几题？6题，把它乘开式叫了，来告诉我 ，C 二四取二是几？六 ，C 二八取六等于 C 二八取几？二八七五十六取二28。六八四八进四六二十二一六八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 ，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